情人节送你什么？你会觉得很棒？花。哦，花怎么这么好？那你送他什么？哦，很浪漫呢，很棒很棒。那明年想要什么？明年，要滑板。哦，很棒很棒，你们要幸福哦。好，谢谢。请问情人节送你什么会很适合？送实用。实用啊，那你今年收到什么？今年收到衣服。哦，很棒哎，男朋友在现场吗？哇，哎呦，好帅哦！今年要什么？小酒。红酒。哦，你喜欢小酌一杯，微醺的感觉，明白。阿爸帮你找一个。好好好，祝你幸福哦！谢谢谢谢。这是花吗？哇。我觉得好像 DIY 都可以，就是手工的东西。哦，很有心意。都有心就可以了。了解了解，谢谢。你要去玩水是不是？不帮你找一个。岸上很多很不错的，你考虑一下。我上礼拜有遇到你，在东区。没关系啊。好，你想一下。我们要问那个情人节送什么事？保险套。你收到什么？你有收到很多礼物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送什么礼物跟女生很适合？手作类的，卡片。手作的，对啊，很好很好。对，就是心意，你感受得到就很重要。对，碎。其实送什么都很好啊，有心意就好。哦，有想到女朋友就好。对，有想到女朋友就好了。好。那期待收到什么？没有哎，没有带过节，不送妈妈情人节礼物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喜欢实用，然后自己刚好有缺的，我是这样的。哦，对，例如说你少口，那就蛮口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我就很机车，我只要一束花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哦，好好哦，一堆花这样哦。哦，很好很好，谢谢啊，啊，祝你幸福，谢谢，好，再见。好红吧，好红，好好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手作卡片，手工卡片，还有没有？再讲一个。香水。哦，香水不错哎，要挑什么香比较适合啊？花吗？花的，花的，花的。可能相框之类的。相框就可以了，然后放那个。有心意的那一种。那你今年收到了什么礼物啊？今年收到电脑。好屌啊！你收到电脑？对，因为他想要我们要吃鸡。哇，你还要陪男朋友吃鸡啊？太棒了！实用一点的。那你今年情人节收到什么？我收到他亲手做的宵夜灯。宵夜啊？小夜灯。超屌的。对，很厉害。啊，卡片呢？卡片，卡片。就是送他的那个卡片，这样。那你有没有情人啊？有啊。这么好。谢谢。好好好。想说给口红吧，口红。